戒缘这一桩事情，从前李炳南老居士常常嘱咐学生，叮咛学生啊，他的法缘很殊胜。他常常教导我们呢，广结善缘啊，时时刻刻别忘记。悲华经里面说，临终之时，我与大众围绕，现其人前，其人见我，即于我前，得心欢喜。一见我故，立诸障碍，即便舍身来生我见。啊，那么这些经文所说的，都给我们做了有力的证明。啊，人在临命终时，啊，心不颠倒，正念现前，确确实实阿弥陀佛这一愿的威神加持啊！啊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呐。啊，所以人在临终的时候，决定不能怕死。这个时候贪生怕死，那就糟透了。我们学佛人在日常要养成一个习惯，古大德教我们这个方法好啊，我们每一天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就想说，想阿弥陀佛来接引我，天天想，到临终的时候，哎，果然想到了，阿弥陀佛真来了。啊，想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把他想到了，你心里的不惊不怖啊。那平常没有这个意愿呢，到那个时候阿弥陀佛来了，吓死了，不得了，我这要死了。这个一个妄想起来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就走了，你就堕落了。平常要常常想啊，啊，晚上一睡觉就像等死一样啊，啊，所以不怕死啊。印光大师的自己的小念佛堂啊，当中就挂了一个死字。他老人家写的啊，可见的他不怕死，他天天想死啊。实在说，他老人家是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，何必要这样做法呢？他不是凡夫嘛，他的视线是教导我们末法时期众生，他是示现呢，教我们呐，天天看到我要死了，这个誓缘呢，自然就淡了，就放下了，啊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不再去想了，是非人我也不去计较了，还有什么好计较的？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正念。啊，祖师教我们的方法用意很深的，啊，最好的办法。我们也要知道学习
这个《悲华经》后面有一段文，比较上要深一点。这段文呢，在这个我们净土三经里头啊，没有看到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说的。他说：“我于二时，入无异三昧。”啊，异，这个异是障碍。无异三昧就是无碍三昧。啊，以三昧力故，在于其前，而为说法。以闻法故，寻得断除一切苦恼，心大欢喜。其心欢喜故，得报天三昧。以三昧力令心得念及无生人，命中之后必生我界。这段文可以作为我们这一愿的补充。这是说明佛力跟往生这个人啊，他们的愿力啊，佛是愿来接引，我们是求愿往生啊，这两种愿力的大用啊。三昧是甚深的禅定，如来果地上他的定慧都是没有障碍的啊。华严经上讲的四无碍法界啊，这四种啊，离无碍、四无碍、离四无碍、四四无碍，所以佛现在众生面前为这个求往生的人说法，勉励他，奖励他了啊，他的功夫成熟了，永脱轮回呀！啊，嘱咐他啊，跟到佛一同来的这些菩萨声闻大众啊，异口同声的嘱咐他了。这个时候，他求生的愿望得到了啊，当然是心开意解。业障烦恼习气一下就断了，所以他得报天三昧。这是讲往生的人。啊，报天三昧也有前身差别不同。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果报有四徒三辈九品的差别。但是都能够得三不退，能够得无生人，这非常非常不可思议。这个是其他修学大臣所希求而求不到的果报啊。念不退就是经上讲的二为月智，
弥陀经里面讲的波毗跋致，这个是翻译的不同，它是一桩事情，一个境界。阿毗跋致是翻作不退转呐、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不退转有三种。《弥陀要解》，偶一大师说，第一种呢，位不退，入圣流不堕凡夫，指的是什么人？小乘出果。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，这个位置很低啊。见思烦恼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，这正小乘须陀洹果啊。在大乘圆教菩萨初信。初信位的菩萨，在智慧也比须陀洹高太多了，高明太多了，将断烦恼相等，智慧不相等，断烦恼相等，这个在两种德叫智德跟断德，断德相等，智德不相等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无量界的修行从来没有证到这个果位，也就是说，无量界来我们从来都没有办法把八十八品见惑得尽，所以才落得今天这个地步啊！就好比在学校念书啊，也很用功啊，好像天天在念呢，每一次考试都不及格，从来没有及格过，那就没有法子了。我们无量界的修学，无量界参加考试，从来没有及格过。所以连个小学一年级都没进去，始终在幼稚园。我们干的是这套啊。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，我们要求阿弥陀佛佛力加持，帮助我们。使我们能够真正脱离苦海。就如果真正是把这个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，你就真的位不退了。这个位置圣人之位啊，有没有离开轮回了？没有，还在六道。但是他们这种人在六道啊，只有人天两道，绝不堕三恶道，保证不堕三恶道了。而且人天两道呢还有期限的，顶多天上人间七次往返，他就出离三界了。在一般讲证阿罗汉果了。大乘菩萨呢，七性位的菩萨，七性位的菩萨等于小乘阿罗汉辟支佛，超越六道轮回了，所以他有期限的，他不会堕落凡夫，不会再堕三恶道。第二种啊，行不退，恒度生不堕二乘地，这是菩萨了，不会退转到小乘。度众生，菩萨度众生不容易啊。
菩萨要有坚定的信愿，修学六度。六度里面，从四上讲，一个布施，一个忍辱是最重要的。为什么菩萨会退转去当小乘呢？忍不过了。你是发好心善意帮助别人，别人回你的时候把你当作恶人，你想帮他忙，他首先给你打个问号，你有什么企图啊？你怀的什么意思啊？不但不接受啊，还要侮辱你啊，欺负你啊，陷害你，菩萨怎么能不退心呢？一退心呢，那就掉到二尘里面去了，这自了汉了。行不退，菩萨对宇宙人生真相认识清楚，认识透彻，知道这些苦难众生，他们无量劫来迷惑颠倒，这一生当中非常不幸，很可怜呢。不幸的在哪里呢？无量寿经佛讲得很清楚，心人不善，不识道德，无有愚者。他的父母，他的长辈，他遇到这些老师，没有好好的教导他，自己又不肯好好的学，他怎么会懂得这个道理？什么道理呀？好歹呀，连好歹都不懂，你还能怪他吗？所以佛幕后说：“恕无怪也。”你就不要再怪他了，菩萨才会不退心呢。怎么样的恶意对菩萨，菩萨也无所谓，菩萨还是不退心，这个才叫行不退。我们再想一想，菩萨发菩提心，
行菩萨道啊，不会因为众生难度而退心。我们自己再想想自己啊，自己有没有退心的时候？常有啊。圣经里面会退心，贪图享受，不肯舍弃，逆境逆缘也容易退心，哎，难度啊！好心去帮助他，还得恶意的回报，算不干。就退心了，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啊！所以要维持着不退心，多难啊！我们在这个修学40年当中，没有能够退转。得理什么？得理天天在讲经啊，才有退转的念头，念念佛经啊，再又提升起来了啊。所以要不读经，读经就是亲近佛菩萨啊，不跟同学们在一起研究讨论。研究讨论开智慧啊，研究讨论当中对自己是莫大的鼓舞啊，才能保持着不退，才能够天天在进步。古人所讲的教学相长，我们体验到了菩萨为什么永无间断的为一切众生演说，我们细心想一想啊，也有道理，还不是为自己吗？为众生才是真正为自己啊！要不为众生，天天讲经说法，他就退堕到二尘去了。每一天为大众演说，得到最大的鼓舞，得到最大的勉励。菩萨不是自己为大众演说，必定是听其他菩萨演说。不是讲经就是听经，决定没有中断的，才能够保证维持着行不退。我们这两天在华严经里面读到闻讯沉重，我对这四个字感慨很深很深啊！我体会到所有修学失败的人，就是闻讯的时间不够啊！我们都是凡夫，不是再来人的，一闻千悟啊，那个人到哪里去找啊？找不到啊！凡夫要想成就，除了闻讯沉重之外，没有第二个办法。
所以你们看看我，我除非是不得已啊，有应酬有事情不能脱身，否则的话任何一个人讲经我不会空过的啊，我一定来听经啊，不但是你们同学讲经我会听，其他宗教讲经啊我也会去听不学不能成就啊！啊，你自己要能够维持住啊，这位不退，行不退。你没有善巧方便，你怎么能做到？善巧方便只有听经、讲经，一切时、一切处为人演说。不可以中断，语言是表演，做样子给人看。独居的时候，没有人，没有人也不能放逸，为什么呢？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鬼神，要做样子给鬼神看，鬼神也是众生。普度众生啊，啊，我们这个道场同修对鬼神应该可以相信了啊，我们二楼一楼现在放电视24小时不中断是鬼神要求的，他们要求听经啊，啊，所以杜美玄居士说得很好啊，他劝他的兄弟们听经，你们不听经，连鬼都不如，这话说得有道理啊，啊，居士连鬼都要求了听经，啊，他们没有办法到这个讲堂来听经。所以讲堂法师的光太强了，啊，他来到讲堂的时候，他觉得受不了，啊，所以要求我们在二楼，啊，在一楼，啊，播放录像带，他们在听呢，我们肉眼看不见的。尤其是夜晚，我们经过那些地方，要轻轻的，啊，不要吵着他们，啊，不要认为没事可以大声叫喊，啊，扰乱他们呐，啊，他们的心也很慈悲呀，认为你们也不懂事，你扰乱他原谅你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做错的事情让鬼原谅，很不好意思啊，所以要存真诚恭敬心啊，虽然看不见他们，我们知道他们也有不少人在那个地方第三叫念不退啊，经上常讲念信心流如沙婆若海啊，这个话不好懂啊，什么叫沙婆若海呢？沙婆若是梵语，它的意思啊自信般若智慧，古人翻译一切种子啊，
如来所证得的智慧，念念与一切种子相应，这个叫念不退。我们把这个话说得白一点，大家好懂。念念与性德相应，这个就叫做念不退。起心动念与性德相悖了，那就错了，那就退转了。那也许有同学问了，什么是性德？我们从理事两方面来说，在这么多年当中，我们将经论的教诲总结写了20个字：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这是从理上说的，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，从事上说的，一切时一切处，对人对事对物，我们的心念与这20个字相应，那就是念不退。与这20个字不相应啊，你就退转了。这20个字是我们的信德，是如来真实智慧。这个说起来了，大家就容易懂得多了。真诚心，决定不自欺不欺人。可是这个事情很难，为什么呢？我们都以为我心真诚啊，我没欺骗自己啊，我也没欺骗大家，他有什么法子？曾国藩先生在《度书笔记》里面给那个诚下了个定义，定义下得好。他说什么叫诚呢？意念不生是为诚，我们心里头起念头就不诚了。我很诚意已经不诚了，念头起来了，诚不容易，诚心一发了，菩提心就现前了。菩提心的体至诚心的，观无量寿经世尊告诉我们，菩提心的用是身心大，这个发愿回向心。所以真诚心一起来，你就是菩萨了，不是那个粗信位的菩萨，你是哪个地位的菩萨？粗住位的菩萨，原叫粗住啊。超过阿罗汉辟支佛太多太多了，阿罗汉辟支佛才是第七信位的菩萨，菩提心没发。发菩提心呢，是原教初住菩萨发心住啊，初住是发心住啊。
初住菩萨是什么样子？金刚经上所讲的初住菩萨，大乘起心论里面所说的初住菩萨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初住菩萨已经是四相破了。四见也破了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无我见、无人见、无众生见、无寿者见，立一切相，修一切善。他认真努力修六度万恨，这个人念不退了。我们行吗？我们今天在佛经上念的这个三不退，我们一样都没得到。不但是念不退，我们连位不退都没有啊。所以我们今天修行要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子啊，进进退退，进得少退得多啊，好不容易有一点进步，遇到外缘马上就退转，所以很难成就啊。我劝大家听经，对大家有好处，对我不是对我有好处啊。对你自己有好处啊。你也晓得，你不听经，在家里用功，没错，在家里面用功，比你听经这个功德相比，差太远了。因为你在这里听经，你得三宝护持啊，而且真正会听经的人啊，这一堂经两个小时，你在这两个小时戒定慧三修圆修啊，你心地清净，智慧增长啊，你自己关到门一个人用功啊，没有智慧啊，你在那里修什么 学什么东西啊？即问之修啊。你在那里读书，找很多参考资料，写笔记，找你写你的讲稿，全是别人东西啊，东凑一点西凑一点，凑一大堆啊，再端出去供养别人啊，不是从自信流露出来的。怎样从自信？常常听经，听经开智慧啊！所以闭门造句啊，总是缺点很多啊。可是你们不相信啊！我每次到这听经的时候，这看看前面两排，没几个人坐在那。所以难信之法了，还是相信自己啊，不相信佛菩萨，不相信啊这古圣先贤的教诲啊。我在学习的时候跟你们的态度不一样啊，我是最喜欢听经啊，因为我听经，我自己想到啊，我跟道场结法缘，跟法师结法缘，跟听众结法缘，我的法缘殊胜呐！关起门自己在家里搞这个缘结不到啊！而且听经。
这个经我也会讲啊，我讲的不比那个讲经的人差了。我在道场做影响众，这个就得三宝护念，龙天善神佑护我。我明白，我懂得，所以我对这个机缘抓住是决定不肯放弃。你们为什么不肯这样做？你们不懂，你们不了解，不知道这个听经是礼赞诸佛如来，听经是广度一切众生。听经是真实供养三宝。初学的法师在讲台上看到下面人很多，对他是个鼓舞增长他的信心也对他是个压力，他要讲好，他不讲好，下头人下次人不来了。所以对他是个鼓励，那个功德就很大了。所以听经的人的时候，也要帮助法师。法师不错，是有进步，就天天来。看到法师没有进步了，下次不来。让他冷场，让他回去觉悟。这个对于法师奖惩马上就看出来了吧。你真用功，我天天来听经，天天来捧场。看你有退步了，我就不来了。大家也就不来了。所以我们这是培养法师啊。成就佛法，那么这三种这个三不退，在我们娑婆世界，我们这个世界来讲，未不退的小乘是出国须陀洹，大乘通教是属于见地，别教是初住，圆教是初信位的菩萨，这个都是属于未不退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们都是断三界八十八品皆苦。行不退的藏教里头没有，小乘里面没有，大乘通教的菩萨，别教实回向的菩萨，圆教实信位的菩萨，这是行不退了。所以实性位的菩萨，他们的智慧二乘人比不上这些人广学多闻亲近善友念不退，这个高了，因为他们的心性在一切时一切处都与性德相应，这是别教的初地菩萨，圆教初住通教里头没有那么这是
三不退的大义。我们明了，我们要学习。啊，位不退，果位难。啊，正果难，断烦恼难，但是大乘有方便。啊，大乘断烦恼的方法比小乘人方便太多了。大乘圆教那尤其方便，而且快速。大乘圆教从哪个地方下手呢？拓开心量。所以从根本修，它不是枝枝叶叶啊，从根本修快啊，效果殊胜啊。啊，尤其是华严啊，所以学佛成佛哪个法门最快？学华严最快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华严到最后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是得究竟圆满。如果不求生净土，他们所证的果位是菩萨果位。那个菩萨是华藏世界的菩萨，圆教的菩萨，也就是圆教51个阶级，特别是十信位的菩萨，很容易证得。见思烦恼很容易断掉啊，那就是他念头一转呢，他不为自己了，为一切众生。活在这个世间为谁呀？不是为自己，为众生活着的。真正能够做到自悲而尊人。用华严经的修行，是文殊普贤两位菩萨代表的。文殊教我们十波罗蜜，六度般若度展开为全智，方便愿力智全智，而般若波罗蜜是实智。前面五度一样是四上修的，普贤菩萨教我们发心拓开心量啊，以如来的心量来修菩萨的十波罗蜜，所以他很快就契入华严境界了。华严境界就是51位菩萨。我们今天最大的困难，起心动念有我的利益，我的好处，这个见思烦恼永远断不掉啊！华严会上的菩萨，他的念头转了，没有我，众生的利益。佛法的利益，祝福如来教化众生的利益，
他没有为自己，所以的我执很快就断掉，没有我了，不但见惑断掉了，思惑也没有了，啊，是非人我贪嗔痴慢通通都没有了，他怎么不入华严境界？只要有我这个念头，你就入不了。所以这个佛法越是高级的越容易修，高级是从根本下手，所以它直截了当，破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。所以在华严经上你所看到的，我们今天所念到的，菩萨众不谈他，我们现在念的是初分呐，总共有40多种啊。我们今天讲的族类，40多种不同的族类，皆是诸佛如来的化身，应化的。他这个教学的方法高明啊，他不是权巧方便，他是事实啊，他是真实方便，不是权巧方便啊，让我们在这个里面体会到，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都是诸佛如来化现的。我们对一个人不恭敬，就是对佛不恭敬；我们对一桩事情不负责任，就是对佛不负责任。我们对一个物不恭敬，也是对佛不恭敬。所以普贤菩萨教我们礼敬诸佛，华严学人眼睛当中，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皆是毗卢遮那如来。这个话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毗卢遮那是法身呐，这个名号是梵语。翻成中国意思，变一切处，一切人是毗卢遮那，一切畜生也是毗卢遮那，一切鬼神还是毗卢遮那，这才叫礼敬诸佛啊。我们对诸佛如来就不叫布施了，叫供养了，以最真诚恭敬的心供养一切诸佛如来。那是华严学人呐，怎么能有轻慢心？有高下心啊！所以我们今天学华严经，入不了华严境界，什么原因？我们用轮回心。入不了华严境界，必须舍轮回心，发菩提心，你就入境界了。换一句话说，放弃自私自利，
我们才能够得度。不能够舍弃自私自利，念念还要为自私自利，永远平齐在大乘门外。不但大乘，小乘也入不进去。所以小乘出国你都没份，你还有什么傲慢的呀？自以为是啊！诸佛菩萨瞧不起你啊，天龙鬼神瞧不起你，狂妄自大。所以我们读经这些地方要细心去体会。为什么人家在这一生当中能成就？哪个人呢？善财给我们做榜样。善财不是一个人的，凡是依照华严理论方法修学的人，那个人就叫善财。善，多善根，多才是多福德了。多善根的人，具足信戒；多福德的人呢，他肯真干，依教奉行，那是多福德。正信正解多善根呐，这种人就叫善财啊。他是华严的当机者啊，他学华严比如精进啊，那华严幕后第一篇《入法界篇》，他比如法界。这是为什么？他能，我们不能。我们的善根福德，说老实话，不输给这些人。输在什么地方呢？善导大师讲得好，与语言不同啊。他们遇到的语言殊胜呐，我们遇到的语言比他差了。所以总在语言不同，善导这句话讲的，我们真是佩服到五体投地。语言有四种语言，第一个轻盈语言，这个不必说，我们大家平等。语言不同，不说这个语言。下面三种人所缘缘不同啊，无见缘不同，正上缘不同，所以我们成就就不一样了。如果四种缘通通都具足，通通都殊胜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就能圆证三不退。起心动念，念念与心得相应，行行与心得相应。可是人在一生当中能遇到这样殊胜的语言实在是太少太少了。净土是华严的归宿，是华严的总结。
所以真有善根有福德，就像弥陀经上所说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这个善根非常非常深厚，身心净土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，愿生净土。娑婆世界的一切都能从心地上放下了，这是真正的愿生净土啊！这个誓言还放不下，你这个愿不是真愿的啊！所以切愿，你的愿不肯切，愿里头还夹杂啊！所以不是真心切愿，真心切愿是一定这个世界身心世界通通放下了啊，那才叫真心切愿。虽然没有读华严，没有学华严，他的那个功力跟学华严的人没有两样。学华严无非是理明白了，境界转过来了。他是善根福德厚，也能转过来。一心向往净土，老实念佛。这个人成功了，所以他能得生。生净土，两种人最容易去的，一个是对于道理清楚明白了，正妄、邪正、是非、利害。通通清楚明了了，他自然就有取舍，所以他能够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念佛决定得生，这是我们讲上上根人。再有一种呢，是下下根人也行，他虽然你讲他是理论他不懂，方法他也不知道，设什么台他也不晓得，叫他念佛他就老实念佛，叫他放下他真肯放下，这个老实人呐。所以这个法门呢，上愚跟下愚，上智跟下愚，决定成就。我们现在是当中就是半吊子，麻烦呐。那么净宗法门的殊胜，就是华严最后一招，念佛求生净土啊，所以成就跟华严无二无别，古德把无量寿经称为中本华严，不是没有道理啊，而且最殊胜的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约支菩萨，这个太稀有，太稀有了。我们要相信这一句。今天我们在一起学华严。入不了华严境界没关系，只要对净宗深信切愿但是华严对我们有好处，帮助我们脱开心量，帮助我们纠正错误的观念原来我们要说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化身的，你不会相信要给你讲讲不清楚
但是学华严呢，啊，有这么长的时间，天天在这学习呀，啊，慢慢的能接受了，啊，知道确确实实，啊，是这个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呢，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这两句话我们常常听说，但是意思太深。